今继续来看，是伫咧嘉义县宝地镇太平路附近，伫咧五号透早传出民众对一楼摔落来意外。这是有一名男子疑似爬到厝顶在做整修的时阵，无注意对一楼摔落来涂骹。嘉义县消防局派出救护车前往救护，发现这名受伤的民众司机脆伤，嘴和鼻啊拢流血，好佳在人佫算清醒，所以赶紧将伊送医来做治疗。宝地镇太平路附近五号上午来传出有二楼摔落的事件，一名男子疑似进行厝顶的整修作业中，不慎为二楼跌落涂卡，该关消防救护车来救护，经现场检视，伤者是肢体脆伤，口鼻流血，意识清楚，予伊相关的处置以后，紧急来送医治疗。发现为一男子从二楼坠落。高度约六米高，经检查，患者意识清楚，耳朵跟鼻子有血液渗出，我们可以包扎止血，意识清楚，自行上救护车，我们将伤者送往长庚医院。也提醒着进行装饰高处作业的时阵，应该做好相关安全防护，以维持自身安全。最新新闻，蔡文彤报道，电采访报道。加优先，你有介意无？你咧？